家好，我是杨宝。然后我的第一支影片要干什么呢？你要干什么，杨宝？你要干什么，杨宝？他说我今天中午第一次翻身。对，今天他第一次翻身了，人生首翻，主线任务达成。可是因为我没有录到，所以我有点不甘心，看可不可以再让他翻一次。因为他刚刚其实，在他的外面的婴儿床的时候，他有试着要再翻身的感觉。房间的床比较大，让他试试看。你要翻身了哦，杨宝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肌肉热身一下了吗？我们有没有热身一下？啊，热身一下哦！哦，好，好的，那我先翻身了哦。好，翻起来，杨宝。杨宝这里，杨宝，快点，杨宝，齐哥哎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不行了，我讲。你有很多娃娃了哦。你已经很多了，买很多给你了，弟弟只有一只而已。他今天是自己这样翻吗？对啊，他在吃手手，然后就一吃一吃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就这样推一下推一下，然后他就突然自己叫。你帮摸叫摸摸，他要摸摸。好啦，你也要摸摸。摸叫说我也会翻身，好像学翻身的小婴儿都是要这样子，先这样稍微推一下推一下。推一下推一下。对啊，就是稍微推一下，推到他们会自己翻过去为止，就让他知道说，哎、欸，好像要翻身了。今天只是蒙到的啊，根本就是帮他翻过去。我没有帮他，他就是这样子，两只手在吃他的手手，然后他就这样子躺，这样侧躺，然后我就这样子一直推他屁股，然后他就自己这样咻啪倒过去了。他其实是没有撑住，所以才翻过去的。可是我没有什么推他啊，第二次翻身，快点，他不一样。就这样，宣告失败。失败。杨宝，你要翻吗？杨宝，你要不要翻身？你要翻给深山们看吗？我帮你翻一次好不好？很多叔叔阿姨在看你哦。对啊，赶快表演啊，快点！你要表演吗？你今天不是有表演吗？用力！再一次，用力！小心他头！哦！他说：“我翻身了。”好，把他放下去，把他放下去，你扶他的头。他让他慢慢知道怎么下去。好棒哦！摸奖以为是他。摸奖也好棒哦！摸奖好棒哦！都好棒哦！好，那我们这样就算翻身成功了吗？对，我们翻身成功。是我们翻身成功，还是他翻身成功？他说我成功了。太棒了！他说好嘞。可以，他出力了，他出力了。鼻子。有啊，还有。哇！他扶他头，慢慢下去。他自己找下来的。他怎么干撑起好的那种脸呢？11月20号这一天，我们杨宝首翻，主线任务第一成功。耶！你在拉裤子。